明天的活动耶。没有。我印象中好像看到一个日剧还是什么就有演出他被偷袭还是什么啊，物莫为心。
梦十七个是其实是多少？二十梦十七是多少？340。那还好啊，我们昨天一人喝那个就是390，300多了。一个只有300多。我那瓶是300多。就是你在鸭川，对对对。Family shop。其实我觉得浊酒都普遍来说都好喝哎、欸。对啊。他们都觉得很惊讶，哦，原来来过台湾的日本人。我们真的算日本人旅游的一个首选之一啊，觉得。对。张的那个餐厅啊，太奇怪。你看，可是它有那个冷气的那个，我觉得它真的是压缩机，就是就地合法。可是这样可能就是它是要整顿式的。那么大家如果这样都可以用的话，但我本来有在想说，它会不会跟神社讲好、欸？哎，大家跟打通电话。没有。唐揚げ2個、唐揚げ2つ、はい、唐揚げ2つですね。唐揚げ2つ。すいません、ちくわの磯辺揚げと、はい、ちくわの磯辺揚げ。超えてんのじゃん。あのなっちゃん超えてる。超えてんの。説明してるけど。あ、法律そうなの。聞いてますか。全然。ほら、法律のテレビあるでしょ。法律をね、富士からの。カリ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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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でもほら、あの梅酒とかあれは甘いの、ね、あれは甘い、ね、あれは甘い、ね、懐かしい。